螃蟹，这是螃蟹这几天的收获，多不多，少不少的。今天买了一条鲫鱼来给它做饭。你就跟鲫鱼，你就跟鲫鱼，刚刚好配啊。多不多，少不少，没办法。你今天晚上在家吃饭吗？我没在家吃饭。没了吗？难怪一回来就在这里洗澡，左洗右洗的哟，晚上又有约哟，啊？当一个男人开始注重自己打扮，代表啥？代表是见初恋。你有初恋，就你这有初恋。没有没有。笑死了。所以我怎么洗都没有那个什么。那你穿球鞋去，我帮你买双球鞋，解放鞋吧。下次出去就穿那种解放鞋不行？可以吗？可以。这条鲫鱼多少钱？9块钱吧，好像。多少钱一斤呢？你问。你帮我把饭做好了再去呗。啊？想让我不要建议你跑到外面？不是，你帮我做好饭，你今天晚上不回来就可以。可以吗？我不回来，我去哪里睡？这个寂寞。给你机会你都不要，不要拉倒。哎，晚上你给我，那今天晚上那你就得10点以前给我回来哈。你不回来，我钥匙全部拔掉，你别进来了，听到没？你要给我帮我做这个饭的话，我给你留门。等一下，花刀，看今天能不能做成功。放点盐，生抽，盖一下，盖一下，死了再来做。放点猪油，感谢你们的提议，撒点盐不会粘锅。没有烫饭，就这样做，反正小孩吃的。现在你来做饭。啊？我来做饭，你让我进去。哦，这多好吃的。哎，这样鱼呀、啊，今天的鱼现在还挺新的，没有烧掉，我的皮没有破。没事，反正娃吃的没讲究。今天晚上我跟土豆妹、唐姐他们出去了，今天晚上我们也吃。他不是新干车吗？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们两个也吃去。等一下，我做完饭了就去。生抽，今天这个鱼是我做的最成功的鱼。你要是做我都不会做。可以吗？可以，好好。漂亮的女生妹子，这里面是家人。